老师，听说欧欣娜马上就要上市了，海洋青春紧致精华露，它到底有什么效果呢？这款产品的话呢，它是可以达到一个深层除皱、提升轮廓，以及可以去缩小我们因衰老引起的毛孔粗大的这样的一些肌肤问题。它主要呢是可以达到一个涂抹式的医美抗衰效果。哎，潘潘老师，那海洋青春紧致精华露真的是可以跟医美去相比吗？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有相关性的实验数据。那数据当中呢，有提出，坚持使用这款产品28天之后，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会增加47%，然后我们的深层皱纹的话呢是会减少42%，并且呢我们的肌龄呢是会年轻10到8岁。那海洋青春紧致精华露到底可以解决哪些肌肤问题呢？它主要是解决两个方向，一个是大轮廓，还有一个就是深层皱纹。大轮廓呢，包括苹果肌塌陷啊，包括你的这个少女线没有那么明显，包括因肌肤塌陷引起的毛孔粗大方面，它都是可以解决的。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它的一个深层皱纹啊，比如我们的法令纹、眉间纹、抬头纹，包括我们的颈纹，它都可以解决。是，我现在也已经在使用抗皱类的产品了，那还要使用海洋青春紧致精华露吗？那你现在所使用的抗皱类产品是医美级的吗？如果说还不是的话，那么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可涂抹式医美级抗衰类产品。潘老师，那什么样的人是一定要使用这款精华的呢？首先，如果说你已经做过提升和抗皱项目的医美，那你需要用这款精华去延长你的医美效果。其次，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打算，还没有去做这方面的医美，接下来你可以不用做了，你可以去使用一下这款产品带来的可涂抹式医美的效果。那这块产品需要怎么使用呢？它其实使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我们做成了胶囊的形状，就是一颗这个小爱心。那么我们其实，在每日早晚啊正常护肤的时候，只要把它挤出来一颗，然后均匀的涂抹在皮肤上就可以了。精华有什么副作用吗？副作用嘛，就是你年轻的太快。他把他说的这么神奇，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成分吗？当然是有的，因为这个产品里面我们添加了3倍足量的水晶微球藻和3倍足量的青春蛋白。那么这两个成分，它分别是可以去刺激我们肌肤内部的异型胶原蛋白和七型胶原蛋白的生成。异型胶原蛋白呢，主要是大量型，是以填充皱纹为主；而七型胶原蛋白呢，是提升型，主要是以紧致提拉为主。所以我们的肌肤呢，就会又紧又提升。液到底要在哪一个步骤使用呢？其实它的使用步骤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放在水之后去使用。那如果说你前面有叠加其他的这种乳状的这种精华液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你正常精华的后面去使用，因为它是可以做一款叠加式的涂抹。